助手给我切成片，加酱油、料酒、淀粉、马味、上酱。五儿切成块，莴笋切成片，放点盐，码出多余的水分。大葱切成马耳朵，泡椒切断，泡姜和蒜切成片。舀碗放入酱油、盐、料酒、鸡精、水淀粉，备存碗前备用。锅内热油，六成热，下入肉片，快速炒散，放姜蒜片和泡椒节。炒香后放入木耳和莴笋片，翻炒均匀，淋入碗前，待爆汁凉油就可以起锅了。